换马桶。这个 case 呢是在北约克，然后一个旧马桶换成新的，客人已经买好了新的，然后这个水阀呢也不管用，然后一会儿看看能修就修，不能修就换一个水阀再，然后再换个马桶盖，就是这样，OK。这个马桶呢，今天就放弃了，因为什么呀？那个客人说只换马桶，然后呢来了之后说这里水阀也要换。已经锈住了，根本拧不动，所以呢，我这工具带的不足，所以只能下一次再来了。对，就这样，OK。今天又来这里，然后把这个马桶拆掉，换新马桶，把这个水喉呢一会儿给摘下来，然后换新的。OK。这个马桶呢就装完了，然后呢换了一个水阀，这个水阀已经不工作了，换了一水阀，然后。这个水喉也换了，然后这智能马桶盖呢是这个有一三通，这个客人是从国内买的，但是 size 呢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还得找天得要换一个三通去，才能把这智能马桶盖的这些都给连接好。反正今天呢就是把这马桶都装好了，就是这样，OK。